又出来吃饭来了，来烤鱼，这叫什么？老刘家烤鱼。你看这边的餐厅都是广告啊，都是什么保险啊、移民律师啊，哎呀，看看美国中餐厅的口号：人生在世三万天，有酒有肉小神仙。这装修的都很中式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清江鱼。就我在这边也是不能吃海鱼。我跟你说，这种烤鱼，它这边也有石斑，但是没点。清江鱼听着像江鱼，一会儿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这个底下要了，铺底下的是笋，还有蘑菇、魔芋丝。说实话啊，这边中餐的味道就比马来西亚的要好吃啊，正宗。嗯，正宗很多这烤鱼。哎呦，酒足饭饱，买单环节啊，82.5元没算小费，吃不了，还得打包。这美国的餐量比较大，今天小贵，俩人吃90有点贵。